薇薇啊，你看，哥是真疼你呀，这绝对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。姐姐好，哎，对了，跟姐姐说多大了？姐，我21。21，我喜欢22的。这他虚岁22，来，你站起来，告诉姐姐你多高。我184的。他脱了鞋一把子，正好，那个。 来来来来来，让你看，他属性姓林的。薇薇，他也姓林。什么东西？哎，薇薇，你让他走，外面像他这样的多的是。我就喜欢那样脾气坏的。哎，你不合适，哥回头再给你找啊。 哥，啊，知道知道，哎，是错了。5分钟就跑出去50米，也就这点出息了。 亲我、抱我、安慰我，选一个吧。偷看呢？我认得你啊，你的脚步、你的呼吸，还有你落下的影子，我都记得。喜欢你多少年呢？就记了多少年。是吗？那你这应该叫做曝光效应。 研究表明，一个人在自己面前出现的次数越多，越容易对其产生喜爱。哎，有人，潘薇薇。